看兄弟们，来鱼了，来鱼了，现在正在陆续出鱼呢，正在直播中，进直播间，你再来晚了看不着了，还要挤鱼，这看这鱼老漂亮了，直播呢，快点来呀，哈哈。这天下雪了，我脚脖雪了，我感觉底下直冒凉风的裤裆里了，这路挺喇叭，打出溜滑了，我想起了儿时经常玩的大雪爬了。兄弟们，去年的时候还是用大钩子直接往上拽呢，看今年的时候啊，直接用这个，这叫啥呀，咋说呀，兄弟们谁知道，直接取冰的哦，看省老事了，要不然去年这大哥拽的累懵了，看这边剁冰的，直接剁成一块一块的，是吧？一攒就变成一块一块的了。